各位早晨，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香港早晨。早晨时间，早晨嘅，今天天气继续差喎。系啊，雷暴警告咧，而家系生效紧嘅，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能见度系较低，最高气温咧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咧系有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睇下今朝嘅新闻提要。中国驻菲律宾外交官批评菲方就南海岛屿主权争议提出国际仲裁，无助解决问题。北约回应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布暂停同俄国的军事和民事合作。据报马来西亚政府已经确认马航客机失踪是人为，但未有证据显示是劫机。详细内容，中国批评菲律宾就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伤害两国关系，无助解决问题。中方希望同菲方以谈判解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指，菲方提仲裁之前冇通知中方，冇中方同意，系损害两国关系。What the Philippine side did seriously damaged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find it very hard to understand.These moves of the Philippines, and we are deeply disturbed by and concerned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such moves. 孙向阳又话，中菲之间嘅系岛屿领土争议，但菲方根据联合海洋法公约提出仲裁，有关嘅公约系管唔到领土问题，中国有权唔接受菲方仲裁，并且呼吁谈判解决。中方喺呢一方面有好多成功嘅经验。外交部亦都重申唔接受仲裁，期望同菲方以谈判解决。我们要求菲律宾方面从中菲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停止这种错误的做法，回到通过双边对话谈判来解决有关争议的轨道上来。菲律宾外交部是在星期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仲裁前一日，菲律宾军方邀请传媒一起坐船去到南沙群岛东部仁爱礁，虽然受到中国海警船拦截，最终成功突围去到仁爱礁一艘在1999年声称搁浅、一直没有拖走的菲律宾军舰，补给食水和物资。首船有军人驻守，被视为是菲律宾宣示主权的象征。无线电视记者胡若玲报道。北约宣布暂停同俄罗斯的军事和民事合作，回应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各国又承诺协助乌克兰推行国防改革，又加强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乌克兰外长杰希察联同北约28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等，星期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谈，是自俄罗斯派兵进驻克里米亚以来首次。拉斯穆森会后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举动严重威胁欧洲安全，决定终止同俄罗斯的民事和军事合作，呼吁俄罗斯在尊重国际法和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对话解决危机。不过他说，仍然会维持北约同俄罗斯理事会大使级以上的对话，寻求缓和乌克兰局势，并会在6月的外长会议再次审视北约同俄罗斯的关系。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透露已经下令部分的军队撤离接壤乌克兰边境，但是拉斯穆森就质疑这个说法。北约一个军方高层早前透露，目前仍然有近40000个俄军部署接壤乌克兰边境地区。北约其后亦都同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北约承诺透过训练等项目协助乌克兰推行国防改革。乌克兰国会早前亦都在无人反对之下通过同北约国家举行联合军演，有评论认为有关的表决意味着美国军队可以驶近驻守克里米亚的俄军，此举可能会触动俄方神经。无线电视记者邓以焕报道。有美英传媒引述马来西亚政府消息说，军方已经确认马航客机失踪是人为事件，但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机上任何人有劫机的动机，多国就继续搜索客机的工作。新西兰军机由澳洲珀斯出发，继续追寻马航客机的下落。星期二的搜救行动未有新发现，各国加紧追寻，电池预计会在一个星期内耗尽的黑盒。中国海上搜救中心说，已经利用高速救助艇搭载可以探测水深3000至5000米内声波信号的黑盒搜寻仪。
而能够探测深海声波的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北蟹号亦都已经抵达南印度洋海域，测量船回声号稍后亦都会加入搜救。当局预计搜索会持续一段长时间。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今日会到澳洲珀斯了解搜救工作的进度。马航客机在上个月8号掉头之后失踪，有英美传媒引述大马政府消息说官方已经确认是人为事件。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说调查显示客机是由有飞行经验的人士控制。英国电信部就说通讯系统是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空管区之间关闭，是客机要避开地面追踪的最佳时机，加上客机飞行路线不寻常，之前亦都未试过有客机在关闭卫星系统和应答器之后飞行这么长的时间，所以相信客机是人为操控掉头。但两份报道都说现阶段未有证据显示机上哪一个人有劫机的动机。无线电视记者林卓贤报道。广东茂名过去两日有市民游行抗议兴建 PX 化工厂，当局回应说如果多数人反对不会违背民意。陈亮君在茂名报道。入夜之后，茂名一间商场外面仍然聚集大批示威者，附近一带有过百个带备盾牌和警棍的武警戒备。警方在现场发放催泪弹，传出砰砰声，有路边的警缸被破坏，有反对兴建化工厂的市民说目击星期一的反 PX 化工厂游行，警方使用武力驱赶群众。搞得他游行就没得游行，你真的不能够打人，你打到头打到脚。警方施放催泪弹之后，大批民众就疏散了，部分就走到附近的这个酒店暂避。有茂名市民提供图片，显示有手持盾牌和警棍的警察和示威者冲突，有人受伤，但不少茂名人坚持反对项目。最好就远离茂名啦。因为市政府說當晚十點多有示威者扔石頭和水樽破壞公共設施，事件中沒有人死亡。引起爭議的 PX 對二甲苯是一種用在紡織、工業塑料等行業的化學品，有市民認為 PX 本身都有很強的致癌性，危害健康，化工廠亦都會污染環境。市政府在微博回應說理解市民關心化工廠的計劃，但強調還未啟動，若果大多数人都反对，政府部门不会违背民意强行推行。据了解，化工厂是茂名市政府计划和茂名石化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35亿人民币，计划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人民日报的微博就说公众对事件敏感，主要是因为项目的决策透明度不足，对环境评估和安全监管不信任，但就呼吁公众要科学看待。除了茂名、厦门、宁波和大连等地都曾经有市民抗议 PX 项目。无线电视记者陈良君在广东茂名报道。葵涌枣窑村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大约500人疏散，无人受伤。大约500个住客由楼上疏散到地下，消防出动两队烟雾队开喉扑救。凌晨4点几，枣窑村启敬楼18楼一个单位怀疑放在露台的电拖板短路，烧着柴和衣物。火势很快蔓延，消防经过约半个钟的扑救将火救熄，但单位外墙已经熏黑。警方在元朗扫黄拘捕27个女人，被捕女人全部来自内地，年龄由20到50岁。凌晨0时左右由警员押回去警署。警方昨日下午搜查元朗安宁路、同乐街和受富街一带街头和住宅单位，一共拘捕27人，全部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稍后会交入境处跟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53岁生日，本港有团体向佢送上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立法会议员李卓仁和内地维权法律学者滕彪联同刘霞关注组向被内地当局软禁在家的刘霞送上生日祝福。
滕彪曾经因为关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酷刑案等被骚扰和囚禁。他分享自己的经历，担心留下同样面对尊严被剥夺的困境。我 在被关押期间就与外界隔离一切信息，不能看书，不能看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写东西，不能跟人说话。刘霞她已经被软禁三年多，与外界隔绝，精神和心理状况已经出现了很令人担忧的状况。那我也深有体会，所以这种状况如果继续持续下去不能改善的话，很有可能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关注组促请内地停止软禁留下，又向在场人士收集生日心意卡，向留下送上祝福。无线电视记者阮家峰报道。美股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升，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油价急跌，纽约期油失守每桶100美元。转头翻嚟会有详细报道。半斤都唔使$1,000啊，价钱仲平过阿妈平时买开嘅一半啊！咁大只爸爸随街跳啊！子妮咧话去买花胶啊，死啦！佢就话大手入货，佢啲花胶假噶。爱回家，今晚8:00，即使系一街之隔，都可能被归入唔同嘅医院联网。轮候某啲专科可以相差几倍时间，点解会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中国中望特约新闻透视，星期四晚7:00，翡翠台。扮晒师傅，乱噏24。咦，你个相麻麻地啫，事关你鼻哥窿向下，耳仔晒两边，属于平平无奇人啦。扮晒超能，唔理地球人。认真扮野王，星期六晚8:30。小市民铤而走险。呢位小姐问有冇奶粉卖？卖晒啦，上面炒价都300几蚊罐啦，我想每罐加多$10。身扎师妹，以致备受考验。你份工搵几钱？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钱噶。究竟牺牲咁多嘢留喺度，系咪值得？廉政行动2014，明日星期六晚9:30，即时古正报价，发掘投资先机。发兴特约创富方牛熊直击，逢交易日创富方时段内播出。佢冇大冇细，我要你报告手术嘅情况。自己诊断下，今日知道咯。自以为是，我有嘢讲。呢个系大手术，要做成10个钟头噶。我用6个钟就可以做到。但系佢医术高明，一眼睇出生死关键。花生小姐头先系咪吐血啊？要即刻同佢做手术，紧急开刀。唔好心急，等到家属同意咗先啦。你再喺度讲咁多废话，佢随时会冇命噶。兄阿戈登，如果冇咗佢帮手嘅，边个都救唔到嗰个病人。女医神郭采洁，星期六晚11:00，高清翡翠台。以为好似 A、B、C 咁简单 ，K 仔唔单止系毒品，佢嘅祸害比你想象嘅严重得多，会引起幻觉、记忆力衰退。